要看一看下面出场的会是谁呢？反赌斗士马洪刚，掌声欢迎，来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。好。马洪刚呢，我要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其实呢，他有两个身份，在32岁之前，大家都叫他赌王；32岁之后，大家都叫他反赌斗士了。这中间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上了舞台，他就会告诉大家了。来，有请马洪刚，请下舞台。马洪刚，你好，主持人。我看过很多电影，都是那个赌王啊、赌圣啊，我觉得里面那都是假的，都拍出来的。是。你今天是怎么着？我今天给大家先演示一下吧，好不好？真是这么接的四个 A 啊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这算出老千吗？这是只是一个演示，这个不算出老千的。有过什么辉煌的战绩吗？其实我17、18岁的时候就正式开始，赌博，就是赌钱。赌钱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就是我感觉那个时候就是取款机一样，没有钱我就去玩两把就来钱了。然后我最多的一次是赢过78万。那你既然能够有这么多收入，为什么会收手呢？成为反赌斗士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我一个朋友。我这个朋友呢也是个赌钱的高手，有天故意设一个局让他去赌，这个时候呢他在赌钱的时候就给他抓到了，其实他设的局，抓到之后呢我这个朋友呢就是惨不忍睹，可以说给他打成什么样子呢，就是说跟死也没有什么区别了，然后就手上钉签子，就是到最后呢警察给他解救了，如果警察不给他解救，他这人现在可能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朋友这个前辈的经历给你触动很大。对，哇，还有一件事呢，一个人呢也会出老千，但是呢我这个时候我能看穿他，他看不穿我，我这个时候呢我就给他赢了，他包括车呀房啊他全输没有了。6个月我就碰到他了，我先问他，我说你现在怎么样了，他说我完了，我说你怎么完了，他说我因为赌钱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一无所有，妻离子散，老婆跟他离婚了，孩子也不跟他过了。我听到这话的时候，当时哈，我说实话啊，我心里挺内疚的啊。我以前没想过赌钱能给人害成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通过这样呢，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不是正道，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，所以决定反赌啊。对。就是你其实人生当中的很多经历，从一开始自己参与赌博，到最后看到周围的朋友的下场，开始慢慢警醒，是，然后参与到反赌的斗争当中了。开始在辽宁沈阳成立一个公益反赌俱乐部，我开通了反赌热线，我的反赌热线是024-8808-7999。比如说有沉迷于赌无法自拔呢，都可以拨打我的反赌热线咨询，都是公益的。我现在成功戒赌7000多个家庭。7000个家庭。对对对，7000个家庭。所以洪刚，我们今天很希望在现场看到你的表演。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特别希望近距离的看一看。但是对，要提一个要求。刚才毕竟是我们有距离的看你空中抓了四个尖儿。行。现在要有个难题，那我们仨就会站到你旁边，零距离看你表演。OK， 没问题。可以吗？啊。咱就还是来玩扑克牌吧，好吧？好。这个扑克牌还是没有拆封的。对，这是一个新的扑克牌。是你带来的还是这儿买的？这是电视台买的。对，不是你带来的。不是我带来的。对，一会儿我让你们去洗牌。咱这样吧啊，那个王者是代表什么 ？K 代表王者。啊，老 K。周老师呢，就是用女皇来。对。我就是 Q 是吧 ？Q 对。一来一王一皇。对，一王一皇。那个范老师呢是演员啊。你那就是十全十美啊！天哪，用十代表你的称号，好不好？好，十啊！现在呢，给牌，
来，你切个排，你切个排，切个排，对对对，随便切、啊，随便切一下就可以了。切这排已经切好的牌对吧？这样，咱们开始发牌，好吧？嗯，比如说，我刚才说你是王者对吧？对啊，王者，女皇，这是十代表精对十全十美。好，看好我发牌啊，盯住我的手啊。觉得我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你打开，你先打开你的牌。全部打开。四个全部打开。来看看，对，看看是不是你王者的风范里来了？对，一起吗？来，可以啊。哇塞！哦，四张 K。对。刚才他洗完我切过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你再看看你是是不是女皇？对。天哪！四张，十全十美，我非得一张张来啊，一张张来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就没有，哎、没有悬念了。天哪，不是这点不可以，难度加大啊。其实刚才这是我洗的牌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样来，你们不会玩是吧？不会玩，我给你们演示吧啊。好，你随便谁洗牌都可以，给牌洗乱。对，我放来。我洗牌挺笨。也够了，我能不能再冲一冲？可以可以，对对对，俩人一弄，对他没脾气了。哎呀，老练也不老练，一般，一般太一般。对了，可以可以。好，这牌洗好之后呢，牌分两种，带人的分一种，数字的数字分一种，你想要带人的，想要数字的，就十一到 PK， 十一十二十三。我要花色吧，花色哈，不是我选的，是你选的啊。对，这牌你们仨都洗过了，我没洗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好，花色的啊，看着我抓牌，盯着我的手啊。嗯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花色是十二张牌，对吧？嗯。九、十。十一，盯住我的手啊！嗯，十二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！花色的，看看是不是啊？两个 K， 四个 K， 一个秋，两个秋，三个秋，天啊！四个秋，怎么做到？这你想要什么要什么，太可怕了！这样吧，咱随便拿出三张牌来，嗯，好吧，就来三个 A 吧，三个 A。俩黑油尖，好，三个 A 呢？这个牌呢，我得放在上面，给它洗乱。这牌绝对是洗乱的牌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我现在开始发牌，看好啊，一、二，这个 A 应该是给你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盯住，给你啊。第三张。哎，不给你了，看这个 A 应该是你，还不给你了，看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这是明着跟你玩，其实我这个手抽你的眼睛。他把底下那张出的一个非常快的手法，感觉是对对对。我是按着玩，你就看不见了啊。嗯、按着玩对。这样啊，看好啊，第一张什么牌？红刀七。红刀七，好放这儿，记住啊。对，红明在那儿呢，我看。哎，对，那个你看啊，看这张什么牌啊？这什么牌？黑桃六。黑桃六。好，一个六，一个七，对吧？对，手上没有牌，对吧？嗯。好，就这样，我这一动这牌变得，相信吗？相信吗？不信。不信哈？好，帮我打开。打开。对，五十四张牌，什么牌最大？告诉我。一个黑六。五十四张牌里。对，五十四张牌里。大王和小王。好，你打开看看。哎。天哪、哦！哎呀！天哪！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你选一张，好吧？嗯，这样吧，再犹豫对付一下。啊，这样吧，再来一个啊！我还跟明着玩吧，好不好？一个比一个难。这是几点？十点。我手上有牌吗？没有，没有牌哈。袖子里没有吧？啊，对，来，我袖子绑起来啊。哎，对这个好。魔术就会藏。对，这是十点对吧？十点。盯着我的手啊！这不看到了没有？啊！哎。我你敢往再重复做一个，再找张牌，再来一下、啊、我认真看，而且是慢动作、啊、好，慢动作给你看、啊、别着急啊，慢动作 啊， 啊，一二三，天哪，你知道
魔术不是他，这种不，谁都干不过你。甭管魔术是出千手，关键他是他很慢。对，对呀，他一快的话，你根本眼睛就抓不过来。对，其实这个我的手的速度超过了你的眼睛。掌声，那掌声，掌声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我觉得你现在做这个，我觉得真的是对社会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是，我觉得其实挺难的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我觉得这个飞跃其实挺大的，也挺难得的。而且他把我们拉到台上去，使得我们也没有机会摁这个红叉。对，但是我也确实都不按了。嗯，你们觉得呢？没办法，当然确实没有按的。恭喜，全票通过，全票通过。马红刚，下一轮晋级，下一轮恭喜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面出场的会是谁呢？大家好，我叫李欣，今年26岁，来自成都。有一个人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，但在我心里，他好比我父亲一样。我在模仿他的时候，从来不戴墨镜。我会注意他的每一个眼神，每一个神态，将他的表情完美呈现。今天我来表演，就是向我心中的父亲致敬。势不可挡，我来了！加油，李欣，来，加油，请上舞台。李欣，你好。你好。刚我们看短片，你说到其实Michael Jackson 是你精神上的父亲啊，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他的东西，音乐、舞蹈啊，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，伴随我成长。关键是他伟大的、纯净的那样的一个心灵。我感觉李欣是一个比较深邃的人，不知道接下来的表演会是什么样的。100秒时间，准备好，可以开始了。想到是这样的，其实让我们眼前一亮。我觉得你这个变化，这个想法不错，但我觉得你完全脱离了迈克是不对的。这个创意，比如说，应该是在迈克，当我拿起二人转这些东西我玩，我用迈克的形体依然很欧范儿，他就成功了。你从哪儿看出我这个脱离了 MJ 的东西？不，你出场给我们观众的期待是什么？哎呀，你看你从小对迈克，你对他的精髓，你的喜欢，好了，他有个引导，我们有期待，你懂吗？既然你要变化，你要是这么期待的话，就是给我个机会，我给你表演个第二关了。我觉得创意很棒，
但是之所以我们给你亮到红灯，未必说我们是不喜欢，我甚至很喜欢有一点捣蛋的恶作剧的这个，我觉得你很有意思这个东西。但是就表演而言，恐怕李欣不能随意的走，你都必须很精彩的到位，那你这个节目有看头了。我跟大家讲，我上一次跳这个舞就比现在还要烂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我追求梦想的权利。很好，可以继续追求你有的梦想，但是今天非常遗憾，李欣，按照我们的规则，你没有机会了。李欣，很遗憾掉下来了啊，很不高兴啊。应该说也不算吧，但是确确实实很不理想。我最没法接受居然是三盏灯，如果说有两盏或者一盏不接受都可以，毕竟我们所处的文化和成长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有一个非常懂 Michael 的或者甚至一个国外的评委来看你这段舞蹈，你觉得你能过吗？如果说按正常发挥的话很有可能，最起码不会这么多给我差，我觉得。